疫情最重要就是顧好自己的身體，在家的時間多了，不妨用幾分鐘 DIY 水果 smoothie， 用不同的水果組合做到不同的保健效果，吸收所需營養。今天就教大家幾款入門簡單又好喝的做法。這杯主要可以做到增強免疫力，士多啤梨含有豐富的維他命 C， 是屬於抗氧化物，而香蕉含有豐富的維他命 B， 幫助身體製造抗體和紅血球，有助新陳代謝，加上牛奶豐富的營養，例如蛋白質等等多種維生素，一杯就可以均衡地攝取不同的營養，但記得加了奶要即製即飲。在家裡多了 work from home 對著電腦，藍莓含有花青素可以舒緩眼睛的疲勞，而紅提子屬於抗氧化物，可以預防因為疲倦而衰退的免疫力，而乳酪本身都很有豐富的營養，所以幫你 energy boost。 火龍果和奇異果都含非水溶性纖維，可以促進腸道蠕動，預防便秘，啱曬咧，成日喺屋企食外賣嘅你啦～